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阿丫丫 online 和我们一起崇拜，无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代表列宣家欢迎你。今天很开心有冯传道在我们当中继续去传递神的信息。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希西家王的生平事迹，已经是这个系列的第二讲了，它的题目就是坚持到底。现在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谦卑的我们祈祷，去到神的面前，求祂呢亲自的去带领我们这个的聚会。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疫情当中，你给我们有身体健康，有心灵的平安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亲自的带领这个的聚会，这个的崇拜，让你在当中掌王权，居首位。主啊，你平复我们的心，给我们有一个安静的灵去进入这个崇拜。我们祈祷交托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你是终极，与你战斗乐园。Thank you.
自在主里敬虔度日，前路已免不了遭受种种逼迫，全因属神的不属世界，唯因学上带上生命冠冕，投靠你我决意至死忠心，怕什么？神永远与我同在，应当信赖你，慈爱已相杀，自赞的苦楚消失于荣光里，投靠你，我决意至死忠心。什么人还能把我怎样？应当仰望你，慈爱苦涩，自赞的苦楚消失于永恒荣耀里。怕什么？神永远与我同在，应当信赖你，慈爱信实，自赞的苦楚消失于荣光里，投靠你，我决意至死忠心，怕什么？人还能把我怎样？应当仰望你，慈爱苦涩，自赞的苦楚消失于永恒荣耀里。列宣嘅弟兄姊妹，你哋好。今日咧，我哋继续嘅嚟到系睇希西家王嘅故事。上个星期 ，Pastor Francis 咧就同我哋睇咗希西家佢点样嘅选择嚟到去立定心志嘅嚟到去倚靠神，嚟到去侍奉神，嚟到带领犹大国悔改回转，翻到去神嘅面前，专心一意嘅嚟到去侍奉耶和华。希西家咧系一个神喜悦嘅君王。我们可以这样讲，希西家在他作王的前半生这段的日子里面，他样样的事情都很顺利，都很亨通。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到去看列王纪下十八章接着下来那些的经文。这个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呢，希西家他现在所要面对的那个处境呢就很不同了。怎样不同呢？等我们在祈祷之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到去看希西家究竟他面对一个什么的处境。先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祈祷，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到去敬拜你，求你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圣灵啊，叫我们有一个愿意学习你话语的心，同埋一个愿意将我们听到的道在生活的里面来到去行出来实践出来那个的心，帮助我们，帮助讲的听的，我们一起谦卑来到等候你给我们的教导和学习。我们这样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阿门。刚才我讲到呢，希西家王在这个列王记下十八章接续下来那段的经文呢，他那个处境和他的前半生作王的时候的日子很不同。怎样不同呢？他是一个什么的处境呢？现在我先来到简单的讲两样。第一样嘢，希西家佢面对一个处境咧，就系佢犹大国里边所有嗰啲嘅坚固嗰啲嘅守防设防城咧，都俾呢个嘅亚述嘅大军咧嚟到去攻陷。第二样嘢咧，嗰、那个嘅亚述嘅大军咧，好快咧就会杀到嚟呢个嘅耶路撒冷城嘅嗰一度。呢、这、一个系希西家佢所面对嗰个嘅困境。咁希西家佢面对呢个困境嘅时候，咁佢究竟会点样嚟到去做呢？嗱，我哋一齐再睇圣经，我哋嚟到去知道，嚟到去睇希西家佢点样嚟到去回应。我哋一齐嚟到打开圣经，我哋去睇列王纪下第十八章十三节嗰段嘅经文。我哋去睇十三节到呢个嘅十六节，希西家王在位第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所有的设防城，占据了他们。犹大王希西家派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请你离开我回去吧。你们交于我的处分，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了犹大王希西家9000公斤银子和900公斤金子。希西家就把耶和华殿和王宫宝库内找到的所有金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希西家把耶和华殿门上和自己包在门柱上的金子都刮了下来，给了亚述王。第十四节嗰度一开始就俾我哋睇到，当希西家眼见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咧，佢点样做啊？佢就立即派佢嘅使者去到揾呢个嘅亚述王，嚟到同佢去讲和，嚟到去赔款，希望咁样咧就可以叫呢个嘅亚述嘅大军唔会嚟到去耶路撒冷城嘅嗰一度嚟到去攻击佢哋。嗱，十四节嗰度希西家话：啊，我有罪啦，请你离开我回去。呢、这个整个嘅讲法其实系咩咧？这个其实就系喺古代近东社会嘅时候咧，佢哋当想同人去讲和，讲呢个嘅和约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用咁样嘅表达嘅方法嚟到去讲。嗱，讲翻希西家，佢去求和嚟到去讲和嘅时候，我哋可能有人会去谂，唔系啊嘛，唔系啩？希西家点解会咁样做啊？打都未同佢打，咁样就屈服啦。嗱，弟兄姊妹，首先我哋要明白一样嘅嘢。头先读嗰段嘅经文嘅时候，我哋已经知道一件嘅事，就系犹大国里边所有坚固设防嘅城都已经沦陷咗啦。而家呢个嘅拉吉最后呢个嘅防城都被攻陷嘅时候，亚述嘅大军喺拉吉，拉吉距离耶路撒冷只系50公里嗰个嘅路程。50公里有几远？即系我哋 Richmond 由 Richmond 去到 Maple Ridge 嗰个嘅距离。所以呢个嘅亚述嘅大军佢好快就可以杀到嚟呢个嘅耶路撒冷。另外我哋都要知道，其实犹大的军队和这个的亚述的军队那个的实力实在太过的悬殊，根本他们是不够打的。如果不是他们那些的坚固的设防城怎会全部沦陷呢？希西家他自己心里有数，他都预计得到，当这个的亚述的军队来到耶路撒冷，来到攻取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希西家同佢去抵抗，同佢去打，希西家唔一定能够打得赢。不过有一样嘢希西家佢一定知道嘅，就系一定会系死伤惨重。所以希西家佢选择嘅嚟到要去求和讲和。嗱，十五、十六节嗰度就话俾我听，话俾我哋听，亚述王咧就同希西家讲话：冇问题，你赔俾我9000公斤嘅银，900公斤的金，咁就得噶啦。希西家咧，佢就听呢个亚述王所讲嘅，佢就将王宫里边、将圣殿里边嗰啲嘅财宝就送去俾呢个嘅亚述王。佢嗰度嘅金都唔够，希西家佢仲要将呢个嘅圣殿门嗰啲嘅金嚟到刮落嚟，将佢自己王宫门上高嗰啲包咗嘅金都刮埋落嚟嚟到赔俾
这个的亚述王。希西家他做的第一样的事情就是讲和。那希西家做的第二样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就要去看这个的列王记啊，历代志下第32章，我们就会知道了。我们一起来去看历代志下的第32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去看这段的圣经。希西家行了这些忠诚的事以后，亚述王西拿基立入侵犹大，围困犹大的设防城，企图攻陷占领。希西家见这个的西拿基立有意攻打耶路撒冷，就与众领袖和众勇士商议，要把城外各水道水泉来到堵塞，他们都赞同。于是有一大班人集合起来，堵塞了一切泉源和流通那地的溪流。他们说，为什么要让亚述王得着充沛的水源呢？希西家发愤图强，重建所有拆毁了的城墙，墙上筑起城楼，又建造一道外墙，并且巩固大卫城内的米罗，即是那些堆土墙，又建造了很多兵器和盾牌。他又委派军长统管民众，集合他们到城门的广场那里去见他。他鼓励他们说，你们要坚强勇敢，不要因亚述王和他统领的大军惧怕惊慌，因为我和我们同在的比和他们同在的更多，和他们同在的不过是人血肉的手臂，和我们同在的却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作战。众民因犹大王希西家的话都得着鼓励了。加埋呢一度嘅经文，同埋之前我哋睇列王纪下十八章嘅经文，我哋就会知道原来希西家佢做嘅第二嘅事情呢，就係嚟到去备战。开始嘅时候喺列王纪下嘅十八章佢就去讲和。喺呢一度历代志下32章呢一度呢，俾我哋睇到佢去备战。佢积极嘅嚟到去备战，嚟到去预备好，如果万一呢个嘅亚述军嚟到嘅时候，佢可以嚟到同佢去抵抗。嗱，我哋去睇第三到第四节，第三到第四节里面讲嘅希西家佢做咗啲咩呢？佢嚟到去叫城内边嘅人一齐嘅，嚟到去将城外边嗰啲嘅水泉、嗰啲嘅溪水、溪流，全部嘅嚟到去堵塞，嚟到去截断嗰啲嘅水。好等到呢，当如果呢个嘅亚述嘅军队嚟到嘅时候，佢哋喺耶路撒冷外面嚟到去围困耶路撒冷城嘅时候，佢哋冇水用，冇水饮。如果我哋再留心去睇呢个嘅列王记下嘅第20章20节里面，我哋就会更加清楚睇得到多样嘅嘢。希西家唔单止将外面嘅水源嚟到去截咗，而且佢喺耶路撒冷城嘅里面，佢建一个嘅下水道。呢个就係我哋今日有名嘅希西家下水道。如果大家去到以色列，去到呢个耶路撒冷嚟到去旅行嘅时候，你就可以去参观呢一个嘅希西家嘅下水道。然之后第五节嗰度俾我哋睇到咧，希西家佢仲要去做咧，就系修补耶路撒冷嘅城墙。然之后咧，佢仲要嚟到去起呢啲嘅高楼，嚟到去做呢个抵御嘅工作。唔单止系咁样，佢仲要咧嚟到去做呢个嘅兵器同埋盾牌。然之后更重要嘅就係第七到第八节里面所讲嘅，佢做咩呢？我哋一起嚟到再去读第七到第八节。希西家叫晒所有人嚟之后，佢就话，你们要坚强勇敢，不要因亚述王和他统领的大军惧怕惊慌，因为和我们同在的比和他们同在的更多，和他们同在的不过是人血肉的手臂，和我们同在的却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作战。众民因犹大王希西家的话都得着鼓励了。嗱，我哋睇到希西家佢不断嘅喺呢一度嚟到去预备好备战，又鼓励士气，提醒人要倚靠上帝。但我哋要去问希西家，佢喺度做呢个备战嘅工作，究竟起唔起到作用呢？
究竟有冇用呢？究竟能唔能够嚟到阻吓到、阻止到呢个嘅亚述嘅军队嚟到去围困耶路撒冷城呢？嗱，我哋去睇翻列王纪下嘅第18:17-18，17节嗰度咁讲：亚述王从拉吉派他尔探、拉帕撒利和拉帕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希西家王那里去，他们就上来去到耶路撒冷，他们到达以后就站在上池的引水道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叫王希西家的儿子王宫总管以利亚敬、书记舍帕拿和阿萨的儿子史官约亚就出来见他们。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希西家做的第一件事，讲和赔钱是没有用的，因为就算他依足亚述王哥的要求这样来到去做，给了9000公斤的银、900公斤的金都没有用，因为这个亚述王他不守信用，没有守这些的条约，他钱照收，但是同样的来到派军来到去围攻这个的耶路撒冷。第二样，咁希西家佢嘅备战有冇用呢？我哋去睇19:20，拉帕沙基对他们说：你们要对希西家说，亚述大王这样说，你所依赖的这种防御算什么呢？你说你有作战的智谋和能力，只是嘴上空言，现在你倚靠谁才背叛我呢？拉帕沙基来到这个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见到希西家他巩固了那个的城墙和他所做的那些的部署，不过希西家所做的这一切对这个的撒帕拉基来讲根本起不到任何的阻合作用，他根本不放这些在眼里面。在19-37整段的对话里面，撒帕拉基他不住的来到去挑战，来到去打击希西家，要他来到去面对现实，要希西家来到去面对现实。他拉帕沙基在这里想要希西家面对一个什么的现实呢？那现实就是第一样东西，这个撒帕拉基要告诉提醒希西家，第一样就是他们两国的军队那个的实力是很悬殊的，是天和地那个的比较。第二，亚述王这个军队他是战无不胜的，他过去那个战绩的记录是没有打输仗的。那希西家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在这里垂死的挣扎，只不过是这个的情况就好像鸡蛋与高墙那个的对垒，根本是没有得打。拉帕沙基他代表亚述王，他不断的来到去挑战这个希西家，你都可以说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来到跟我们这个的亚述王、亚述的大军来到去对抗呢？在19-35，其实刚才都讲了，不断围绕的就是不断的来到去质疑，来到去质问你依赖什么，你究竟依赖什么。第二样东西就是谁可以救你，谁可以救你。撒帕拉基他讲的不是真理，不过撒帕拉基他当中所讲的东西是有讲得啱的地方的。他问得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希西家又或者今日我们跟随神的人，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计谋、靠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力是真的有这样的本事、有这样的力量？我们看第20节，他这样来跟希西家说，他说你说你有作战的智谋和能力，只是嘴上空言，现在你依靠谁才背叛我呢？还是希西家他是依靠他那个的盟友埃及呢？我们看21节，你看你依靠埃及这压伤的芦苇做的手杖，人若是靠他，他必刺入他的手，把手刺伤。埃及王法老对所有倚靠他的人正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撒帕拉基
咁样讲话所谓嘅现实嘅时候，咁希西家佢系咪乜嘢都唔使做？佢乜嘢都唔好做啦，佢坐喺度坐以待毙就得啦，系唔系咧？嗱，我哋要知道一件嘅事，尽我哋自己嘅力量嚟到去计划去做自己应该做嘅事咧，系绝对冇错。希西家佢咁样做，唔见得有咩嘅错。另外喺有需要嘅时候，我哋去揾人嚟到去帮助，嚟到去求救、寻求帮助，系一样啱嘅事情嚟嘅。有一句嘅说话，我觉得系好有道理，亦都系我哋一齐应该要去学习嘅，就系、是、Never hurt to ask。我哋应该有需要嘅时候，我哋要去寻找帮助，我哋要去问，我哋要去揾协助。这个其实是我们做人应该有的态度，是我们对生命的承担和责任。但是不过，如果将我们自己所做的事、自己的谋算和计划，和我们自己的能力，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依靠、我们的依赖，和我们自己生命的保障的时候呢，咁样就会有问题啦。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哋睇我哋自己嘅能力，睇我哋自己嗰个嘅力量，自己所做嘅计划系我哋生命嗰个嘅保障嘅时候，咁我要问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同仲未认识耶稣嘅朋友，我哋有咩嘅分别呢？我哋大家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唔系一样都是靠我们自己吗？之后撒伯拉基他挑战希西家说，你说你依靠耶和华，你会不会搞错了呢？希西家，你是拆毁耶和华神在各处以色列这个犹大人在各处建立起耶和华那些丘坛和那些祭坛的那个人来的。我们去看第22节，如果你们对我说，我们依靠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希西家不是曾把他的丘坛和祭坛废去，又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这祭坛前敬拜吗？当撒伯拉基这样说的时候，他就说，所以我来攻打你，其实不是神叫我来打你的吗？我这样做是不是很合理呢？我们再看第25节，现在我上来攻击这地方，要毁灭他，不是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曾对我说，上去攻击那地，把他毁灭。言下之意即是说，希西家，如果你在神面前所做的事是对的话，那神就不会叫我来到去打你了，不会叫我出兵来到去攻打你了。首先我们要知道，希西家他为神来到将那些犹大人在不同的地方所设立的、所建的那些的丘坛、那些的祭坛来到拆毁晒，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希西家他所做的，他是做上帝要他做的，他做得是啱的。只是这个的撒伯拉基，他不认识神，他不知道，所以他乱咁在这里讲嘢。不过有一样嘢，撒伯拉基在他言语间里面所讲的背后那个的含义，又或者那个的想法呢，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我们来到去想的。是什么问题呢？撒伯拉基说，如果你做得对的话，神就不会来到攻打你了，现在你做错了，你好像将神的祭坛来到拆了，所以神要我来打你。撒伯拉基他背后所讲的，就是如果我们做得好的，即是说信耶稣依靠神的人就事事顺利，无病无痛，无灾无难，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幸福的福音，还是十字架的福音呢？是幸福的福音呢，还是十字架的福音呢？给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两个的故事。我认识一位伊拉克，来自伊拉克的一位的弟兄，
我喺約旦認識佢嘅時候，佢同我分享到一件嘅事，講到佢點解會由伊拉克走到去約旦。佢話俾我聽，佢屋企喺伊拉克居住嘅時候，佢嘅家人，佢所在嘅嗰個村落嘅裏面，佢哋世代嘅都係相信主耶穌、跟隨耶穌嘅人。不過有一日，有一班嘅恐怖分子嚟到佢嘅村嘅裏面，入到去佢所經營嘅嗰個嘅鋪頭嘅裏面，攞住槍嚟到去捉曬佢哋所有人，嚟到去威嚇佢哋，同佢哋講：你哋係咪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要杀了你。不过只要你愿意不承认主耶稣基督，愿意就助耶稣的名的时候，我就可以放你走，我就不伤害你。这位的弟兄跟我说，他说我跟随耶稣的，神爱我，我怎能够因为这样而背弃我的主呢？所以他没有这样做，他坚持的来到去信靠神。那班的人就将他打了一身，不过他们没有杀他，将他捉了出来，带到佢屋企嘅里边，捉埋佢屋企人，抢晒佢屋企所有嘅嘢，然之后赶佢离开佢自己所在嘅村庄。然之后佢就同佢嘅家人一直由伊拉克一直嘅徒步嘅走难嘅走到去约旦嘅嗰度。呢、这个嘅弟兄，佢爱主耶稣，但系佢却遇到咁艰难嘅事情，佢一切嘅财物都被抢去。他被人赶离开他自己所属的家乡。另外一个，我有一位的同工，他认识一位本来是回教徒的人，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他栽培他，帮他学习圣经，在神的里面来到去成长。这位就是信了主初信的这位的弟兄，他常常跟我一位的同工来到去讲，他说我在家里面，屋企嘅里面，我是唯一一个嘅基督徒。而我屋企人呢，唔知点解，佢哋好唔鍾意我嘅太太。佢哋成日逼我要同我嘅太太嚟到去离婚。我阿爸都逼我要同我太太离婚。但係因为佢信咗主，佢知道呢个係神所唔喜悦嘅事情。佢坚持嘅唔肯嚟到就范，坚持嘅唔愿意嘅嚟到去听佢家人嘅威逼怂恿，来到去抛弃他的妻子。有一晚，我那位的同工收到那位的弟兄的电话，那位弟兄跟他讲，他说他阿爸为了要逼他就范，他突然间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那一晚里面，将他屋里面的水和电全部截断了。我那位的弟兄那一晚就坐在一个冰冻漆黑的房子里面，来到跟我这位的同工来到去哭诉，请我的同工为他祈祷。他说我都不知道怎样做，我都不知道怎样可以继续下去。我没有电，我很冻，我还有一个几个月大的 BB 跟我一起，我家人这样逼我，我可以怎样做呢？弟兄姊妹，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说，他说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到去跟随他。这个是十字架的福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逐一的再去看这个撒伯拉基怎样在列王记下28:29-35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怎样继续的用说话来到去挑战打击希西家和犹大人他们的信心。不过我们来到去看第35节这里这么说，他说这些国家所有的神，有哪一个曾经救他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最后拉伯西基他讲这段的说话，他说过去没有一个神可以胜过我们亚述那个的王，我们的军队，难道耶和华他可以救你们吗？其实拉伯沙基他讲了这么久，讲了这么多东西，他只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威吓他们，打击他们，令他们失去盼望和信心，想他们来到放弃，来到依靠耶和华，不要再跟这个亚述王的军队来到去对抗。
其实亦都好似头先我讲嘅嗰两个嘅弟兄嘅故事咁样，佢哋好想认真嘅嚟到去跟随主耶稣基督，专心一意嘅嚟到去信靠神，但系喺佢哋生命嘅里面，却有唔同嘅人、唔同嘅事嚟到去挑战、嚟到去打击佢哋信靠神嗰个嘅心、嗰个嘅信心。今日呢段嘅经文俾我哋睇到一样嘅嘢，希西家喺佢面对困境嘅时候，佢冇放弃，佢冇放弃到佢尽上佢自己所能够做嘅一切，尽佢一切嘅力量嚟到去面对、嚟到去处理。同时佢知道佢所需要依靠嘅系爱佢嘅上帝，佢带领以色列人嚟到去备战。但是他更加的来到提醒他们的国民，你们要专心的来到倚靠神，不要倚靠自己的力量。其实拉帕沙基所讲的，特别是那个两个军队那个的实力的悬殊，还有亚述王、亚述的军队过去那个战无不胜那个的战绩，好像之前我所讲到的，希西家他一直心里有数。不过希西家有一样的事他绝对不认同，这个是撒伯拉基所说的，说到耶和华能够救他吗？耶和华有这样的能力吗？希西家他心里面很清楚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有能力来到去拯救希西家和耶路撒冷。希西家他愿意相信来到去倚靠神，而且就算神那个的心意，在这件事上高的心意和计划和他所期望的、所期待的有所不同的时候，他都不介意，他都仍然的来到去坚信神是那位大能独一的主，是他要去倚靠的那个。下个星期Pastor Francis 咧就会继续同我哋嚟到去睇希西家同呢个嘅亚述嘅王之间嗰个角力最后嘅结局系点样样。但系喺我哋结束之前咧，我想讲翻头先我提到嗰两个嘅弟兄。我讲到嗰一个打电话嚟到去哭诉，困喺一个冰冷嘅房嘅里边嗰个弟兄，佢嘅故事接住系点样咧？他之后过了几日，他找回我的同工打电话给他，他跟我的同工来分享一件事，他说很特别，过了几日之后突然间他爸爸打电话给他，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来到去探你，我可不可以来你家里来找你。他听到的时候他在想，难道他又再来逼我？不过他怎么都好，他说好啊，爸，你欢迎你来，你来我这里。当他爸去到他门口的时候，见到他入到里面的时候，他爸第一样东西跟他说的是说，阿仔啊，对不住啊，我这样做是错的，我不应该这样来到去逼你的，请你原谅我吧。那位的弟兄他很惊讶，为什么他爸会这样180度的转变来到这样来到去跟他说呢？当他坐低落嚟，再听他爸嚟到分享的时候，原来他爸爸话俾他听，当他接咗个水电之后，他爸连续三晚都发咗同一个梦。他每一晚喺梦里面，他都见到一个着住白袍嘅人，攞住一支嘅木杖嚟到佢面前，嚟到同佢讲话：你所做嘅系伤害你嘅仔，系唔啱嘅，你要同你嘅仔认错。他第一晚发这个梦，第二晚又是发同一个梦，第三晚又是同样发同一个梦，但第三晚那个穿着白袍揸着一支木杖的那位来到跟他说，如果你再不跟你的仔来到认错，我就会用这支杖来到击打你。第二朝起到身的时候，他心里面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他知道他做错，所以他跑去跟他的仔来到道歉。虽然这位的父亲还未认知到、未认识到那位穿着白袍揸着木杖的那位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不过神就是透过这样的方法来到帮助了这个弟兄来到去过了这个难关，而
亦都盼望呢个嘅父亲透过佢儿子可以早日嘅嚟到认识主耶稣基督国嘅救恩。另外讲到嗰位伊拉克走难去到约旦嘅嗰个弟兄同佢屋企人，佢而家仍然喺呢个嘅约旦嘅里面，佢嘅处境佢嘅环境冇任何嘅改变，佢仍然都系身无分文嘅流落喺异乡嘅嗰度。佢期待緊，希望有西方嘅国家愿意收留佢一家，让佢哋可以喺一个新嘅国土嘅里面展开一个嘅新生活。不过究竟有冇咁嘅可能呢？佢都唔能够百分百嘅嚟到去把握。不过呢位嘅弟兄佢好清楚嘅，佢知道主耶稣系值得佢将佢一生嚟到交上嘅，佢值得嚟到为主耶稣嚟到行呢一条十字架嘅道路。愿神嚟到去帮助怜悯我哋，一同嘅嚟到学习，嚟到坚持到底嘅，嚟到去跟随我哋嘅主耶稣基督。无论我哋嘅环境如何都好，我哋都唔后退。因为从心祈祷，亲爱嘅主耶稣基督，我哋多谢你，因为你系嗰位大能嘅主，大能嘅神，你爱我哋，你与我哋同行，求你帮助我哋，叫我哋真系愿意坚持到底嘅行呢条十字架嘅道路，俾我哋足够嘅信心，无论环境日子如何，我哋都坚定嘅嚟到跟随你。主耶稣，喺呢个时候，我哋都特别为到喺世界各地，我哋正系受着逼迫苦害嘅弟兄姊妹，求你怜悯佢哋每一个，求你亲自嘅嚟到赐佢哋平安，赐佢哋信心，赐佢哋足够嘅恩典同力量，继续嘅坚持到底嚟到跟随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我哋又特别求你施恩俾嗰啲落难嘅弟兄姊妹，你俾佢哋喺地上可以有一个新嘅出路，俾佢哋可以有新嘅地方，可以重新嘅嚟到去建立佢哋嘅家庭。求你保护佢哋，特别求你保护佢哋年幼嘅儿女。神啊，你嘅子民喺世上有唔少嘅人系受苦，主你知道，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我哋咁样同心祈祷，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门。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I will follow. Though none go with me, still I will follow. Though none go with me, still I will follow.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The world behind me, the cross before me.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感謝天父俾我哋有一個好嘅崇拜，亦都多謝奉傳道咧俾我哋有一個好嘅信息。信耶穌並不代表我哋嘅一生就一帆風順，事事如意啊，冇痛苦，冇掙扎，啊，冇傷心，冇眼淚。相反，十字架嘅信仰咧，係要求我哋咧天天都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去跟隨主耶穌基督啊。就算是傷心難過，甚至非常的痛苦，幾乎要絕望的時候，仍然是要堅持並且堅持到底。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信息。好了，以下下來有幾個的報告，很簡單。第一，就是又是有關我們2020年的會友大會，會在今年的3月21日，我之前講錯，是3月21日不是26日，3月21日的星期日下午2點，在網上透過 Zoom 的平台舉行。凡是那些可以參與和有資格投票的，我們都已經在2月的時候會發出電郵邀請你們的。如果在2月裡面你未收到這個邀請電郵，你就要盡快跟我們聯絡了。咁如果你知道我哋根本冇你嘅電郵，亦都要盡快將你嘅電郵地址咧交翻俾我哋寫字樓啊！請大家合作嚇。咁好啦，第二個報告咧就係有關嗰個2020年嘅奉獻收據。咁咧就係而家咧一係就你翻嚟攞咗，17日仲未攞嘅咧，我哋已經全數咧係用呢個郵遞寄出。咁如果你仲未收到咧，你就要同我哋辦公室啊 Joyce 聯絡。第三個報告，復活節的洗禮今年是會在4月4日星期日的下午舉行的，都是實體的，就可以報名了，請你們盡快去報名，又是跟 Joyce 聯絡就可以了。第四個報告就是第18屆的啟發課程 Alpha， 就會是在4月的19日至6月的7日8個星期，連續8個星期，在星期一的8點至9點，又是透過網上用 Zoom 舉行。如果你有些朋友和些親人未信主，歡迎你邀請他們來參加。如果你有些什麼問題，你可以問我們的長老 Steven 楊寶賢長老和我們的牧師周力行牧師。報名的事宜呢是可以參考我們那個的網址呢，和或者打電話找 Joyce。 好了，最後一個報告很簡單，就下一個星期呢是由我來到講道的，我會繼續講希西家，也是這個系列的第三講，也是最後一講了。希望呢到時呢都會見到大家呢可以回到來跟我們一起來到聚會，一起來到崇拜。現在我想邀請大家在自己的位置上站起身，我們用信心去領受這個祝福。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和交通常與你們同在，從今直到永永遠遠。阿門。